终于安全好了，到地方了。远山，吴司令，我给你解开，你一定不能骂我啊！让你别动了。张远山，你有病啊！这什么破挑战呢？我不玩，我要回家。别，兄弟，我这也迫不得已嘛。肚子疼，先去个厕所，等下他们吵完叫我。哦，你快去，你快去。张远山，华远被密集，你脑子是不是坏了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在家睡觉呢。别吵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哼。多大点事儿？多大点事儿？我在家睡觉呢，我一睁眼睛就在麻袋里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你们这是犯罪！